家好，我是 Tracy， 我是 Michael。 今天我們就來到祈浮縣的都就滑雪場了。這裡呢是其實兩個滑雪場連在一起， Takasu 和 Dunhuang 的。這樣呢，這個就是一個西日本呢最大人氣最高的一個滑雪場，所以我們今天都是來朝下星的。我們來到門口這裡已經覺得很繽紛了，這裡有一排的 food trucks， 跟住呢離遠已經看到雪場的底那裡有很多東西玩了，我們一起去 check out 下這個場吧。高就滑雪场果然是西部最大和人气 number one 的，哇，出到嚟劲多人啊！你睇。降多拉咧，實在太得意啦！未試過坐一啲咁樣嘅降多拉啊！佢係冇凳噶，就全部俾你挨住，好似 high chair 咁樣坐咯。好似咧酒吧咧坐啲高凳嚟吧台咁啊！唔該，杯 dry martini 啊 ！dry martini 唔該。就在 Takasu 的 base 呢一边搭咗个降多拉咧，直接上到山顶啦。我哋而家就喺呢一度啦。咁我哋咧就去 Finland 呢一边玩一下先，劲大劲阔咯。嚟到 Dunhuang 呢边咧，亦都系非常之缤纷噶。呢个摆板咧系咁样摆嘅。呢边嘅 Sand House 亦都系有两层 ，locker 更衣室、rental 手表处、餐厅、cafe 全部一应俱全。有 food court 呢一度咧，竟然有一个 DJ station 啊，可以点歌噶。而家你就喺 Dunhuang 呢一边咧，上条 Charlie 啦，咁啊上翻去，再过翻去 Takasu 玩啊。呢度过旗仔添啊，呢度。大小旗。系咯。真的很闊很大，條條彎都勁長啊！嚟到好咧，心曠神怡個 feel。係咪今季咧真係周圍都係勁少人咯？呢一度咧係勁有人氣，多人。嚟到三月中呢個時間咧，雖然見到個場咧好多一啲草地啊、泥啊出曬嚟啦，但係其實咧呢度咧擁有全西日本咧最多最多嘅噴雪機啊！所以咧，佢咧可以一路開放到五月頭嘅。高就滑雪場咧，亦都有唔少嘅樹林區可以玩噶。
降多拿出嚟转右手边咧，就会见到呢度有一间 Takasu Terrace 啦。佢里边咧系一间 cafe 叫做 Beach Cafe。话说咧，风景系超靓嘅，我哋睇睇。呢度咧就系 Takasu Terrace 嘅 Beach Cafe Outdoor Area 啦，呢度咧就系一个影相打卡嘅位嚟嘅，咁啊见到有好多喺度影相啦，我头先都影咗超多相，同埋呢度 cafe 咧佢卖嘅嘢食啊，同埋饮品都好精致噶。我嗌咗呢一个咧系朱古力 banana milk with donut， 另外咧仲有一杯 watermelon soda。呢度有條 Jeep Line， 中間是 Monster Bank， 上面是 Super High， 所以一次過滿足了你三個願望，任你揀一、二、三。呢度咧有一个 half pipe， 仲有一个 world standard 嘅 super pipe， 有好多高手都会喺呢度练习噶。哇！你玩唔玩啊？做咩唔玩啊？劲多观众熬底啊！呢啲細路仔咧玩合批超勁，呢啲就係第時咧參加奧運噶啦。我而家跟佢玩兩轉先。工作人员维修 half pipe 咧系超级认真噶，佢哋攞把尺嚟度噶。half pipe 侧边咧就系一个 monster bank 啦，如果 super pipe 咧，可能好多人都玩唔到啦。咁我哋就玩下呢个 monster bank 过去啊嘛。日本人都是滑完雪最喜欢就是买一个 crepe 来做一个 ending 的。几热闹，今季没见过这么热闹的滑雪场。我去排队先。
體力。走了。走。哇，360啊，差点。哇哇，冲冲！冇嘢啊！